花廳是我之前跟朋友搞的一個放映會來的，咁全名就是永遠懷念杜魯福及岩井俊二，咁個簡寫就是魯二啦。咁我哋攞翻花廳呢兩個字，就是想佢男性化啲啦，同埋都是懷舊啲咯，好似啲舊時的夜總會咁咯。我哋呢度其實主要是懷舊咯。但是我們在懷舊的元素上面，我們想再加多一點有趣的東西咯，所以我們選擇了擺了 street art 下去咯。我們其實這個地板就有四五十年了，起碼我們的窗、除了那個款是舊窗之外呢，我們是另外加了我們的設計下去，倒轉的 A 字啦，青玻璃啦，鐵線玻璃啦，還有這個海棠花玻璃的。咁我哋另外再加咗啲 pop art 落去啦，咁我哋有兩個，主要係有兩個 pop artist 嘅嘢。其實我只係覺得咧，好多新嘅嘢係唔靚嘅咯，好似我覺得啲車係舊嘅車，嗰啲型先係靚嘅咯。可能啲家私都係咯。咁我哋呢度大部分嘅家私都真係舊嘅，唔知係咪嗰陣時啱設計嘅時候已經係最好嘅設計咧？而家可能反而做出嚟嗰啲係唔靚。我覺得在香港喜歡懷舊的東西的人都多的，怎麼說呢，潮流咯，我覺得是一種，即不是個人都真的會去找啊，或者會去收藏咯，多數都是那裡、有些懷舊的東西，挺有趣的，去看看咯樣。如果我和 Ivan 就是真的會去周圍找東西儲東西的，希望是想擁有的東西，簡直即不是去看一眼咯。